昨天晚上宵夜吃太多，肚子都消不下来。你呢？我一个礼拜没有大便了，可以让我大便吗？好，很好，你们的问题我一个一个帮你们记录下来。我上次有来过，医生上次开的药根本就没有效，你看我肚子又复胖了。好，好，我等一下帮你转告医生。一号，好，医院。小姐，请坐。这个昨晚宵夜吃太多，外面好几个都是这类症状的，有的还说医生您开的药又复发了。这样啊？你常吃宵夜都吃了些什么？我吃三份咸酥鸡啊，三份鸡排啊，三份猪脚啊，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啊。不是，一边用开水，打配一颗这个。吃下去就没事了，最有效最快速的选择，迅速畅快，一流在线，一次搞定。